林兆生，一个学术败类，你还好意思回三类啊？灭绝啊！我等我女儿呢，考研复试笔试。你和秋月的孩子，那有机会我得好好认识认识。你对你父亲有什么看法？我知道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，但我不相信学校的理由。他可以在一项研究上坚持二十多年，而且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会是抄袭者。没证据吗？ 像，那有可能是东方超新你啊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天才基本法》。